生咗 BB 之後，我嘅體重比懷孕之前重咗22公斤，加上腸道唔暢通，經常有肚谷谷嘅情況。試飲咗雀巢三花高鈣脫脂奶之後，情況就有明顯嘅改善。我相信係因為奶粉加入咗水溶性膳食纖維，它不含脂肪，而且可以補充產後所需嘅營養，再配合適當嘅運動，可以令身形更加 fit 咧。